个人的 set， 他其实很适合去当那个搞脱口秀艺人。对，他其实有一个梦想成为脱口秀艺人，所以如果明年还有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希望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邀请我们旺福的肚皮，好不好？让他可以自己有一个 set， 然后在这里脱口秀，嗯，一定会非常精彩。嗯，好，想听吗？我其实还好。那。